把它降到一到四类，那就变成给付金额的5%。仔细审阅保单条文，这些防疫险虽然已经停卖，但随着疫情发展，政策调整，理赔权益也跟着大受影响。就是因为指挥官陈时中已经表态，不排除在7月时调降新冠肺炎的传染病类别，从第5类降为第4类，这也意味着保险的理赔金会大缩水。很不能够接受，因为当初我们在买这份防疫保单的时候就有规定说啊，理赔多少钱，那你现在突然降级，那我们的理赔金呢缩减到只剩下10%，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都不能够谅解。政策还没确定，民众抱怨声四起，因为金额差很大。以国泰产险为例，原本第5类传染病的赔偿金是6万元，若变第4类，则降为10%，剩下6000元。明台产险15000变1500，旺旺友联从20000降到4000，中信更多，最高60000补偿，第4类只赔5%，只剩3000元。因为一个法条的变动或什么的，然后导致我们一般民众的权益受损，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保护应该都不能够接受。这是因为中央的法令调整，所以是所有的保单都会受影响。那第三，因为是这一类型的保单，他们都是说是依中央及管机关的法定传染疾病为标准作为依据，所以都会受影响。这一波受影响的都是已经有购买的保护，因为防疫险大概有慰问金跟隔离金、确诊金的都已经停卖了。若修改成真，已经续保的救护未来理赔金额也会跟着大打折，与病毒共存变成日常，理赔金缩水似乎也别太意外。华语新闻宋俊、李景强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